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的演讲断疑生死，顾名思义啊，断疑生死者，就断掉咱的以怀疑心，咱的疑心定定塌塌，哦，对着西方净土，我都肯定，到底有阿弥陀佛无？敢真要进入世界？我病到遐尼严重，佛祖唔在气炎，错个往生净土未？我在生做遐遐尼恶业，杀盗淫妄，犯科累累，罪大恶极，安尼佛祖唔在气炎，错个往生未咧？我是一十足个凡夫，佛祖是圣人，开悟圣者，安尼唔在错我几未咧？吼吼，疑心定定塌塌，哦。安尼怀疑呢，一种诶妄心啊！啊，咱呢连续来呢，已经演讲有四讲，每一讲特别断掉注意诶疑惑，断掉注意诶怀疑心，互你心清净光明，正信正念来往生净土啊！叫做断疑生死啊！好，注意听哦。那么今仔日要甲注意演讲诶。也是断疑生死，讲到往生西方净土呢，的障碍的主因之一叫做啥？自私自我，哦，啊，傲慢固执，这款人也是障碍的往生呢。有一款人确实啊，讲高傲慢呢，哦，傲慢高山呢，因此要安怎往生西方净土啊？所以呢，伊自私自我。傲慢固执呢，绝对这款人要往生净土难呐、啊。因为太傲慢功高呢，傲慢功高，伊自以为比有做较牛啊，往往口出狂言，我比有做较牛，吼吼，哎，唔到底唔知牛什么，我也看无啦。讲智慧嘛，嘛师父做啊，佛祖大慈大悲啊。讲慈悲心嘛，慈悲对人也袂丢啦。是口头禅，叫发慈悲尔，叫发博爱尔。哦，啊，讲你的身份地位嘛，对佛祖未丢啊。人佛祖是一个王子呢，国王呢，人伊照常放下伊江山来出家修行，拯救世界人类，互伊开悟成果，来转凡入圣，离苦得乐。哦，咱对伊无呢，万万不及伊啊。也口出狂言，讲什么我比佛祖较牛啦！吼吼，念什么佛啊，修什么行啊？所以这款呢，自私自我、傲慢固执的人，天下间满满是啊。那么随听好，学佛成佛，这是天经地义、不可抹杀的事实。但是学佛之人自私自我、傲慢固执，会带来众多啊！若发愿往生净土者呢，必定将来往生西方，无唔对。那么哪人问你呢？你嘛清楚啊！人讲学佛的目的终至何在啊？你一句而已，学佛就是要成佛。一百分，学佛就是要成佛，天经地义就对了。
这无法度抹杀的自信的。自古以来，下夫开悟正果、明心见性的人呢，不计其数啊！无唔对，下夫就是要成佛。哦，所以唔想下夫，我歹命啊，出世快较好命未呢？安尼无聊于治本尔。啊，像这世人善干哪鬼的，亲戚朋友看着我呢，走哪飞，哪亲像我要借钱同款的呢？看着我呢，就话要紧张死的呢。哦，用一百理由想骗我呢，所以下课了后，看后出事，咱较好些未？这款的动机也唔对，啊，这些人也无智慧，看呢念佛修行后出事，看有智慧无？当然这也是对啦，啊，富贵啊，有智慧有慈悲拢对，但是你的目标宗旨设定了唔对去啊，发心都唔对去啊，哎呦啊，人口未对，看念一个佛佛作为保庇未？啊，我呢榜上有名，哦，这款动机也无一定正确，拢治标尔，爱治本。如果你修到明心见性、开悟正果时，你所要求的一切，一切当随心所欲，如你所愿呢、啊？无唔对啊！成佛了后大智慧啊，太都靠未着。成佛了后大慈悲心啊，成佛了后福慧圆满啊。哦，讲福有福啊，讲慧有慧啊，嘛是拢总去要求内底，你的心愿内底，拢总执着伫内底啊。所以成佛了后，就免去做凡夫众生啊，就免去生死轮回、受苦受难、热锅上的蚂蚁啊，这拢无离分啊，你的苦难解除啊，安尼下佛成佛，这才是咱真正的目标甲归宿啦。也是咱的宗旨，咱的动机，哦，这有治本兼治标，啊，世间人治本无去学着一个治标呢，安尼无根本，干那重点安尼尔，注意了解吼、哦，好个听好哦，啊，但是呢，有一挂下苦的人啊，自私自我啊，哦，傲慢过尽呢。这拢会障碍着伊呢，伊下苦的因缘。你看一个人，就以为读一寡册啦，吼咧，天下间的呢，藐视一切的人啊，看轻一切的人，世间上啊，就是以唯我独尊呢，大师家、大师教呢，风光公言，那就以外高拄外高呢，唯我独尊呢，有无？这款世间人真真呢，你个。我常讲一句话啦，天下间的博士，互你摕一百万个啦，一百万个博士伫你身上拢滴流，你嘛是个凡夫众生一位啦，因为你还未开悟正果，还未成佛哩啦，还未出离三界啦，嘛还受生死轮回、受业力所支配，哦，沉沦受苦啊，做一凡夫众生啊，像如本讲的啊。做一个三界苦命儿，六道流浪汉，安尼尔，还佫有啥人高傲的呢？无唔对啊！啊，如果你也是呢，讲高傲慢，自私高傲，哦，傲慢过尽呢，安尼障碍你往生西方净土。哦，往生未成就对了。哦，你要听世间人一挂人，你听因讲，你听咁分析呢？我比佮做较牛。吼、哦、吼，听你家弟咧，唔知要用啥物角度来个听咧，念啥物佛啊，修啥物行啊，吼、哦，一定会靠出公言呐、啊。啊，伊唔知啊，不能自觉，伊自己呢是十足个凡夫啦，实在达滴危险可怜呐、啊。所以呢，自私自我、傲慢固执的人，也是心病之一的。一款人始终。无法当入佛道啦，所以呢，傲慢高山，滴水不足啊，就是这道理。啊，佛法拢对治法嘛，对治法啊，啥物个对治？讲你做个讲诽谤，哦，啊，做个讲批评是非，做个食醋的，醋桶足悬的，哦，做个讲批评的呢，讲诽谤的人，佛祖讲，你爱道呢，讲随意赞叹。你讲随意赞叹当下，你心内就无诽谤的心，哦，就讲随意就对了，哦，就无迄个病字啊，
哦，啊，你这人啊，该讲高傲慢，就种自视高傲，傲慢过一个人，或者讲个道理败。哦，你道理败当中，你会低声下气，你的心就较柔软心，做人就较谦卑，怎样客气？哦，哎，这款愈客气愈谦卑的人呢，伊这款人绝对该有学习。该有学问、该有修养、该有德行的人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像个猪仔呢，愈巴碎呢，伊就愈钝嘛。啊，若拍碎的时呢，就压压压。你莫讲哦，阮今年的猪仔大丰收哦，逐丛的猪仔碎拢压压压。哦，你就错了你。爱愈钝呢，猪仔愈巴碎，怎愈丰收？你莫讲啊，我猪仔敢咪得病，唔知钝唔钝嘛？哦。愈巴水就愈淡，伊个浆愈济吼，就冻愈落愈重啊，代表愈成熟愈丰收啊。你讲啊，完期啊！我伫我逐丛逐个稻穗拢冻冻冻，今年呢已经完期啊，愈变愈变。愈巴水个稻穗呢愈冻，代表伫我呢，伊今年会大丰收，生了愈个丰收啊。愈拍水呢就愈轻啊，无稻穗。内底无酒哦，就压压压，轻轻啊，就压压压。代表一人半瓶醋啦，哦，半瓶醋拢咧一个干啊内底吼，干半桶尔，切咧家己人咕咕摇，咕咕摇，咕咕声啦。啊，这个干啊哦，会较乌的，爱高粱酒呢，巴甜巴甜啊，切咧家己无声。代表愈有学问的人，有修养的人，有德行的人。哦，介谦卑人，哦，即款人呢，伊拢会低声下气，介谦虚，哦，大智若愚，即款人是有德行的，哦，愈修养人，伊呢本身自己呢，拢总会对人对事介平等，介客气，介谦卑滴个呀，无唔对啊，哦，所以你讲爱道理拜。看来佛祖菩萨一道拜，安尼会当消除你内心的呢，即款呢功高我慢心，因为功高我慢心也是心内病之一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啊，较早有一个在家居士，我伫咱台湾国吼，即、哦、报道内底即个弘法公经呢，讲完了后，只要讲是过三皈依五戒安尼，哎，只要讲啊，看到法师啊，会样个怎样定力的。哦，咱消除咱内心的傲慢、功高、自视高傲、傲慢固执的人，咱消除这心病啊。那么我拜完，我恭敬了呢，伊准呢，把我叫去边啊，讲师你我拜一个好唔好？讲好啊，可以啊，啊，正解福田好代志。所以一直把我拖，一直把我拖，一直把我拖，拖去一个房间呢，哦，一个房间。啊！你来讲，输你一个好，我给你拜呢。讲啊，外口都会当拜，敢一定爱房间内底拜呢？伊讲哦，我拜惊人看到歹势啦。吼吼，我听着咧，唔知要哭还要笑。这拜三宝本来就是消除咱内心的傲慢、固执、功高啊。啊，甲身边净化掉啊。伊拉不下这个脸，哦，爱面子，惊人看光笑呢呢。哦，这款也是唔对哈！一忧郁感伤重人，傲慢的人，哦，这款人众多因缘呐。所以呢，伊讲搞悠悠伊房间内去拜三拜呢，讲师父啊，啊，我咧拜三拜出，唔好共讲哈。哦，我听一个，哦，心境哦，感觉呢，介奇怪就对了。所以呢，佛祖，拢来道礼拜佛祖。做礼拜三宝人，咱的心内迄个傲慢、功高、固执呢、傲慢呢，会净化掉。因为傲慢、功高、傲慢的心，也是心病之一。哎，自了解吼。所以亲像讲，佛祖讲的对啊，傲慢高山，滴水不足啊。傲慢高山是呢，玉山尖尖尖呢，所有的河水落来呢，那位。东西南北四周围，老位低所在咧，老了了去，迄水煮袂掉，啊！这山顶个若平平呢，哦，像面汤安尼呢，
当然水落落来百分之百底的啊，连去流掉伊啊。吼、哦，啊五万像高山尖溜溜，管管管，五万贡高啊像山共款啊，功德的水呢煮袂掉。哎，就了解吼、哦，无唔对。所以佛祖讲，你啊自私高傲，五万过世的人都礼拜佛菩萨，安尼呢？会当消除你傲慢功高之心，安尼怎我都让你心平定有德行呢？吼、哦，安怎我都成就无上菩提啊！所以讲过傲慢未成佛，若是讲过傲慢会成佛呢？咱早就安尼来讲过傲慢啊，啊，搁留淡些生利息啊，无唔对啊！好，咱就听好，不难之一。其中之设置变枪，便是自私高傲、傲慢固执，自以为是知识分子，自以为是世上的伟人，天下唯我独尊，无人能比啊！藐视一切人，看轻一切人，便是自私高傲、傲慢固执，储备顽固世人之心病。一一不能自觉，是故障碍自己见闻佛法，障碍自己善根，以自我意识形态之邪见，以人狡辩，呛人辩输也不服输啊！如是自障佛道，故称设置辩枪。真正确。所以呢，自私高傲。傲慢固执，这也是咱佛门所讲的八难之一啦，就是所讲的设置辩枪。啥物个设置辩枪？伊足有脑筋呢，读真济册，足有思想诶，足有观念诶，脑筋真好。但是伊心内有病，自私高傲，傲慢介固执。即款人拢自以为我是知识分子，我是世上诶伟人。哦，我真了不起，我真牛真强。哦，那家己呢？底下呢？所谓呢？天下唯我独尊呢、啊？无人我都堪啊比的。这款人敢有？有哦，阿就袂。哦，那么伊拢藐视一切人，看轻一切人呐、啊。哦，我是介有我的民族哦。吼、哦，我这哦日耳曼人，足优越感之重的，看轻一切人。哦、我世界上好民族就是我呢日耳曼人，哦，我广东人，我台人呢，有无？这款真济啊！这个自私高傲，哦，傲慢固执啊！啊，你遐尼牛，世间的伟人，唯我独尊，还过世事轮回，讲高傲慢，哇，种心内，哦，误会不清净的心态啊！你知影吼、哦？所以呢，人有南北。佛性无南北啊，平等人人会当成佛的啊，他有啥物傲慢功高呢？无唔对啊，所以啊，这辈人该顽固该固执，这款的心病，一自己不能自觉啦，然后会障碍自己呢，往生西方净土，哦，障碍着伊呢来听闻佛法，障碍伊善根的修路啊。真可惜啊！那么呢，伊拢以自己的自我意识形态呢，伊邪见，看人家思辨呐，吼、哦，看人家狡辩的呢，呛人伊辩输人哦，啊，伊也袂认输啦，伊也袂服输啦，哦，这款自障佛道，所以咱佛门称我叫设置辩枪，你知影吼、哦？好、哦，世间上诶。都是聪明人呢，哦，读真济册呢，哦，啊，喜爱变呢，哦，啊，变到最后，伊嘛是呢，无法度变出三界轮回，伊意外出去啦，较变咪三界来呢，所以啊，有一挂人呢，伊一生个当中呢，哦，做个找人呢，来只辩论呢，哦，啊，伊我拄好讲过了，伊种自我意识个邪见呢，看人个变呢。用伊角度去辩呢，唔是去辩真理的。哦，啊，即款喜爱辩的人有一个习气，哦，阿妈伊这业呢，感觉叫做
靠经地眼哦，无开我，啥物个靠经地眼，从伊跩四边呢，交边了就对了。然后命中了哦，伫感召呢，伫个靠经地眼，一夹两夹无两夹，伫个受苦。哦，安怎受苦？伊咁样正啊，和你自然的感应哦，感应着迄款地眼，从两个伫个，和你是夹爱是阴，你就讲啊。哦，人生是苦啦，用你做这死者呢？啊，人生无苦啦，伊讲有苦哦，用无苦，啊，你无苦，讲出无苦理由，伊有讲有苦，有苦理由，这一直变变甲一劫两劫，一百当两百当，一千年两万年呢，一直变。啊，你喜爱民主，你枪人变输，你嘛顾着你民主呢，佮敢对方死变落去呢？变了滚啊百万亿年啊！啊，你无想要变落啊？但是为了顾民主、无认输，迄款习气，然后呢继续搁变类，但是你足痛苦，啊是要哭头哭哭死死哦。但是你嘛是爱民主，袂当死，搁变类呢，会接受即款果报就对啦。搁靠精地狱，你知影哦？迄十二万分痛苦呢，看卖是变啊，较艰苦的呢。呛人变输哦，伊也毋认输，伊为了顾伊民主，哦，要抢回呢。赢就对，哦，这个习气继续搁维持，互痛苦嘞，变个较地痛苦啊，死来运气，伊咪搁变落去，感召出地狱啊。所以啊，你话世间呐、啊，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、啊，哦，卖得了这道理了，死都要咁抢我倒，安尼唔好。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哦，咱宽宏大量一点。卖讲硬要抢个死呢吼，安尼后卖吼，这胳膊拢无偌好，无得雅量，无得度量，无得北等，无这涵养，无这德行就丢啦，安尼唔好。哦，虽然伫这世间内底做些代志啊，有当时无一定爱变呐，该变的就爱变，不该变的唔爱伫遐变，变到尾自业啊，变到尾啊呢，哇，害啦就一堆恶业呢。靠业拢做落去啊！历史呢后卖命中了，是靠经地狱受无量无边的苦啊！到时阵啊，叫天天未应啊，叫地地未灵啊，无唔到啊！哎，四面楚歌啊！哦，叫苦连天哦，幽怨不搁变落去，这个靠经地狱。好，准备听好哦，搁听好。断除疑惑后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向极乐世界志向心力，力大无比啊！因为内心无迷惑，自然念佛心坚定不动摇，归心似箭，直往极乐无所障碍。当下不结后端，刹那断疑生死。真正确，无唔对。咱的疑惑，那全部净化了、断除了后，咱一心念佛的求生西方净土，哎，自然心内无怀疑、无疑心，当然向着世界向心咱的，那大无比、热衷，哦，直直一直去啊，就对了。因为你内心无迷惑啊。啊，有一个观念把你卡掉的，啊，有一个迷惑把你挂掉的，当然你就无力去啊。啊，既然你疑惑全部净化了啊，去太平洋去啊呢？哎，你念佛都，哦，无啥物牵挂，无啥物挂碍啊，无啥物迷惑啊呢？就勇往直前，硬冲硬念佛，硬发愿，硬要去啊啦！这款的人念佛的心呢，非常坚定，真该恭喜的呢。叫做归心似归心似箭呐！比如我要登台北，吼、哦，我一心就要登台北，无第二念。哦，归心啊，就咧箭吼，迄精神个揪来吼，去射去呢，咻就准射出去啦，直往目的啊，目的地啊，哦，拍着对方的迄个靶就对啦，归心似箭呢。相当伫半空中无任何解障碍，这个箭个呢，直接射迄个靶，射迄个目标就对。那么往生西方净土的心，
叫做归心似箭呢，同个意思。要往生想净土，唰一下，那经济社会同款，直接到目的地了。你知影吼？因为你心内无未迄个嘛，未怀疑啊嘛，圣人话听会落去啊，善根生息啊，安尼自然归心似箭啊，心坚定，无有动摇啊。直往西方叫做世界，无所障碍啊。动啊不隔毫端呢，刹那之间呢，断掉所有的疑心疑惑，动下成西方啊，无唔对。诸葛亮，那么临终的时，平常时的用功，咱讲千念万念，修出临终之念，是百分之百正确啊。就是安尼来正念往生西方净土的，哦，但是千万万万不可哦，来贪恋颠倒，你内心若贪恋颠倒，往生净土啊，就有障碍咯。无采你平常时呢，日时念、暗时念、无眠无日念，精进用功念阿弥陀佛发愿，要往生西方净土。安尼千念万念，无个即卖呢，要往生啊，再来一下呢，颠倒来一下贪恋，你看算会好还算未好啦？千算万算都算未好，所以临终的时千万袂当先颠倒来贪恋咯。真系如本定提起来讲个代志，哦，你要往生的刹那呢，爱正念分明，哦，万念放下，哦。归心似箭，直往西方。安尼呢，一切拢好讲。你若贪恋颠倒呢，安尼食力啊，会将来往生净土。所以往生西方净土呢，会颠倒贪恋呢。咱甲浓缩个有四点呐，来看好。第一，经年累月持斋，结果有朝一日。确实混浴。第二，中年念佛，临终忽然贪生怕死。第三，临终时恩爱牵缠，难以割舍。第四，临终前借书求神托佛发愿，复药以求不死。这就是通常咱。佛教徒下苦的人，要往生的人呢，伊心内加减有遮四个问题啦。这四个问题，若贪恋颠倒咧个地吼，往生净土就障碍咯。第一，咱先讲，经年累月呢，拢食素食持斋啦，啊，雄雄呢，有一工阵呢，有朝一日呢，就哦。足久无食肉咧，足久无食草啊呢，阵回忆咧甲地湿气阵流落呢，哇，煞犯着食草去啊啦，无采人物，稻香蕊夹个湿气佫带动啊，情不自禁啊，啊是呢被朋友啦牵落去种种，总是有理由，但是一般拢是原力不坚的较济啦，较早都有一个技术啦。那么差不多伫个六十八岁时，雄雄呢，因伊食素食面食三十几冬啊哦，真该恭喜了。哦，那么伊有一天雄雄甲伊新妇讲，讲新妇啊，我吼念佛要三十冬，食素食嘛三十几冬啊，我最近无啊，故要往生吼。那么你抬只鸡啊，吼、哦、来我食一个，好鸡肉足甜的足好食，唔免掺味素呢，足甜的。因新妇讲，歹势讲，妈妈你嘛伫遐颠倒啊！但是伊即句毋敢讲出来，妈妈你嘛伫遐颠倒啊！你晓，食三十几年嘅菜，要阁向要抬只鸡后去推，哦，爱讲妈妈，伊个款啊，妈妈啊，唔通啦，哦，食三十年也去容易做呢，哦，啊杀生唔好啦，哦，杀害众生，断众生嘅性命，甲伊结恩怨，安尼唔好呢。然后，因婆婆甲因一句讲：“哎呀，佛祖未计较这只啦，吼吼，讲佛祖未计较这只了，吼吼，我听你家己唔知要，我怎么分离了？
阁有做袂计较即只呢？吼、哦，啊讲伊新妇够地位哦，毋是计较毋计较问题。吼、哦，你三十年时间足圆满、足公平诶。啊，那呢杀生杀只鸡，安尼呢，你三十年真破功去呢？因婆婆听是讲破功，哎呀，有啥就丢啊！哦，向阳呢，这念头整个净化掉去。所以有当时咱修行过程当中，有咱业障向阳浮起来呢，业会加呢，哦，浮起来呢，加在因这个师父较有地位，讲三十年的道行会破功去哦。哦，伊就唔敢讲，啊，佛祖未计较这只啦，这嘴唇塞起来呢，还是了解吼。所以有当时咱业障来加。会浮起来时阵呐，业障会现前的时阵呐，你呢若无善知识，当边个伊督导一下、督促一下，哦，甲你呢讲个清醒一点吼，有当时你聊落去呢，无唔对。个第二，中年念佛呢，临终忽然间准贪生怕死了，有无？非常个多。平常时身体健康时哦，哦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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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好，足认真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创啊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，百分之百正确。但是有一天向阳呢，哦，这边往生的刹那之间呢，突然间就惊死了，哇，害啦！惊死就未死呢啊！该死反倒等下求生，叫做颠倒啊！当年念佛以来，身体健康的时，那么求生西方净土，向阳就病要死啊呢！准惊死，反倒等下求生呢，叫贪生怕死啦！这款有无非常真呢？今麦都一个技术啊，吼、哦、南疆啊，吼、哦、我那这边往生啊，吼、哦。那么因太太打电话给我，我去甲因互相就甲开始啦，讲啊，注意技术哦，啊，人生啥物人都拢是过去啊，是毋是呢？咱佛头也有啊，咱好啊念阿弥陀求生净土，诶，绝对来世毋免去轮回，正成无生我忍，到时阵个道家诸旁，等下娑婆世界度一切众生啊，用书啊，卖啦。够我活几年呢？哦，啊，我是要爱伊死，啊，伊是要活啦。吼、哦，我要逐句话讲出来，就是要爱伊死的。爱讲伊就是要活。吼、哦，这超袂好势，你听有？吼、哦，这听袂你啊，超袂好势哦。哦，啊，讲袂好势哦。哦，啊，我是讲，哎呀，讲几点钟啊，拢无效。我阵翻头转来，啊，未甲讲转来呢，电话来啊，讲往生去啊。你甲看。这叫做当年念佛呢，临终忽然准贪生怕死了，要往生是向阳就惊了。哎呦，哎死哦，啊死无惊拢人个啊呢，我江山拢人个啊呢，我地位拢人个啊呢，我动不动善拢人个啊呢，好就紧张起来呢，贪生怕死啊，有无？有啊，所以正见无分明，正念无提起来，往生无清呢。拢在众多因缘呐。过来第三呢叫啥？临终的时，恩爱牵缠，难以割舍，这也是障碍往生净土的因缘。哦，平常时向佛、向净土心足强烈的哦。哦，甚至发愿讲，随时即摆佛祖要坐下去，我拢会当进去呢。啊，向阳呢？哇！要往生的刹那之间呢，以过去发的愿，拢专人呢，哦，派不上用场呢、啊，哦，使不出来啊，因此呢，颠颠倒倒啊，哦，这摆都一个呢啊，哦，注意听哦，这是真实的哦，这不是乱讲的哦，啊，我为了要甲伊对方呢，这款的状况甲描述真实出来吼、哦。我无机会，无欠位，但是有一句话你听了后，你唔好怪我哈，因为我三十几年啊吼，拢无去人出，无去人骂。啊，这句话是照这个在家南疆技师的话，甲描述、甲讲出来、学出来尔啦。
哦，伊安怎呢？特别王生啊，这癌症第三期啊，就要死啊！我看你王生啊，伊唔王生呢？哦，这晚就对了，讲伊少年的呢，伊就安尼讲讲，哎呀，是啊，我太太吼，佮少年啊，囝佮细汉啊，我真有地位，真有钱啊！伊后壁一句就是重点所在。我某少年啦，啊太太吼，佫水啦，囝佫细汉，佫有钱啦，干好，我卖死啦，好，怎么这个干就干落去了？我准备骂落去啊！哦，骂呢，一十几种牙起来呢，你看嘛，吼吼，咁错了一条，我某少年水啦，囝细汉啦，啊事业当个青爷啦，当有地位啦，台湾社会有一片天啦。伊说伊无瘾死就对啦，所以安对唔对？当然颠倒伊啊！啊，临终时呢，恩爱牵肠，难以割舍，这种障碍往生净土因呢？结果呢，同款，哦，助念无成，无往生哦，等下第三天才往生去。往生去时呢，七功都无会出来，你想看卖啊呢？非常遗憾嘛！所以平常时在培养呢，我将要往生的迄个临场吼的训练，或者修道人念念不忘死之意，吼、作为死亡的观想，吼、做万全准备，未误丢我。安尼你要死时，才袂带来紧张惊吓，无爱死，产生颠倒啊，才袂贪生怕死啊，无唔对。佫听好哦，临终进前，吼、那借书求神托佛啊，发愿，吼、来服药以求不死呢，也是颠倒。哦，懂无？啊，点么死人？吼、求神托佛啊，吼、安尼消灾解拜龙凤，拜水忏，拜呢水陆法会，无所不至拜来求长寿，莫死啦。爱食一寡人保庇园，爱心灵又单又浅呢，来求出不死啦，安对唔对啊？拢都唔对。我讲过了，该死反倒等下求生叫做颠倒。哦，贪恋颠倒，拢都是种个往生的因缘。你求神托佛发愿呢？会因为你求神托佛呢发愿，安就未死吗？那安尼未死，叫做唔免讲业力，唔免讲因果啦。咱人活伫世间，拢总有了一定数字。你啊癌症第三期，看卖咧求神托佛啦，绝对无可能诶。咱呢生老病死是咱人类业力果报，缘生缘灭，也是事实啊。你要怎改变啊？生老病死是咧介自然业力果报。铺铺垫垫的事实而已啊，缘生缘灭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你才会求神托佛，伫遐消灾解厄，服药无想要死呢。你才一连串的事实，我敢会当两句话，甲总包含呐。哦，全部拢总是妄想，一事不成啊。你所求的绝对妄想，无可能成真呢、啊。因为你就癌症三期啊，开始啊，搁你活嘛，才有两个月啊，一个月啊，剩只三天一天，两点钟、三点钟尔。哦，你开始搁反倒等下求生哦，安尼有效无啊？你唔忙只贪生怕死，唔好颠倒。像我讲啊，两句话尔，全部妄想，一事不成啊！你一连串所做的动作，拢总无法度达成呢。哦，真实就对，你知影吼？无唔对，安尼叫做理性对待你生死，安怎我就家己救了家己。哦，只有听有。所以呢，咱人的生老病死啊，也是人生一大遗憾之一。啥物人都无特权啊，下面呢讲伊免死的啦，因为业力果报的身躯是呢。缘生缘灭的事实，缘生必定爱缘灭，无可能缘生讲伊不缘灭的。
安尼唔是叫真理，所以生老病死是介自然一个现象诶。所以佛陀因讲哦，来看哦，任凭你怎样诶歌唱生命诶宝贵，赞美生命诶光明完整，而生命诶缺陷，永远是无法度避免诶事实的。非常正确。因为基督教爱外道教呢，这歌唱生命的宝贵啦，赞美伊的生命光明的完整啦，伊外高伊世界上的救星啦、救世主啦，伊赞美伊个呢，拢总无路用啦。而生命的缺陷是永远无法当片面的事实的。生命多美好，生命多灿烂。这勇歌吟诗呢？赞美你生命的光明远景呢，那一切的一切呢，生命的缺陷呢，始终是自古至今呢，永远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的。生老病死呢，必然是人类生命所谓的业力果报的事实，谁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啊，无唔对啊。你食饱无代志，当然吟诗作对哦。赞美你生命的宝贵，生命的光明完整，生命的珍贵呢？哇！赞美是赞美啦，歌唱是歌唱啦，乐唱就好啦。但是你生命的缺陷呢，是永远无法度避免的哦。别因为你是歌唱生命，赞美你生命，你的生命就未死啦。还怎样哦？无唔对。所以佛祖在无上经演讲啊。来看哦，无上诸世尊，独觉声闻性，上下无上心，何空诸凡夫？如庄严，如入骨入髓，讲核心入味啊！无上诸世尊，无上就无比遮悬呢，就是指着佛来讲，十方三世所有诸佛来人间。必定爱个离开人间，声闻独觉来人间，必定爱个离开人世间。因为咱这有成果以上，就是一个无常、臭皮囊，有生老病死的事实。诸佛菩萨开悟圣境，声闻幻觉，伊既然来人间，就爱离开人间的一天咯。何况一切凡夫呢？他有特权，有下面可养呢？已经无特权下面可享啊，所以呢，咱人在世时阵研究佛法了后，你就正觉，你就觉悟。你来看过来讲一句诗真对。我见他人时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对不对啊？不对。我看别人的死，我的心热如火，是火在烧呢，不是热他人哦，不是个热意在烧伊哦，看看今晚会轮流我，即款是上顶利气人，唔免伊家己一定爱死，看到别人死，伊先跟着流落，就是生息。即款人呢，具有呢高瞻远瞩、深谋远虑，眼光看真远去的人。所以看到别人死，就如同家己今晚会轮流伊啦。这款人是真有道心、真有善根、真有智慧的人，眼光看真远的人，未来代志就算伫遐去等伊啊。这款是呢，大智慧者。所以做些代志，咱唔免经过，咱看着、听着，就我都感悟人。这款是世界上的足有善根的人。一定善根的人，智慧者，那一定要拄着家己爱经验过，爱悟了，爱食尽苦楚，历尽沧桑，无看到观察未到路的人，这一连串这人，拢总是呢，中下阶层的人呢。经济有较差异啊，所以呢，来讲啊，娶某艰苦啦，翁仔某安尼只热情冷静，明争暗斗。高心道格，伫遐尼乌气，生了囝了后，
囝佮不孝，要安怎？伊就甲你讲哦，袂啦，我是介幸运儿呢，幸运儿呢。哦，天下间下不良嘅代志，我看袂伫我身上发生吧。结果天气呢，娶某嫁人去了，死啊！离婚佫袂当离婚，甲你白条条，哇！啊，三顿苦读，三顿冤家相拍。哦，伊摕笨刀，摕笨机，用面照袂起不死，掠遐腿，安尼用话甲你口口实实，袂好气啊！这叫做呢下根基人呢。所以咱啊作为呢先知先觉，听了看了感受了，就我都感悟人，这唔免经过有经验的，这就过去成功有修的人啊啦。啊！若一定要经过有经验过，食过苦楚，历尽沧桑，才会觉悟人诶。即款也是呢，中下阶级诶人，你知影吼？虽然看了无上经者话，都爱大大诶觉悟啊。真理已经讲到核心入去啊，真理讲讲到到诶时阵啊，你还阁未觉悟呢？佛祖讲啊，你恐怕无缘啦呢。来，缘讲哦。无上诸世尊，独觉声闻性，上下无上心，何空诸凡夫啊！诸佛菩萨声闻观觉，都下离这个臭皮囊无上的身躯啊，何空一切凡夫说唔免呢？哦，听这话阁未讲哦，依然阁贪恋颠倒，要求生贪生怕死呢？安尼你看佛祖缘分阁一段距离的。所以会晓修的人，会晓看佛法的人，拢一个面角尔，听话哦，拢一个面角尔，代志拢一个面角尔，面角后我都正角，甲你恭喜，你入到去未啊？所以佛法若听会落去啊，你断疑，到我都成世啊，就甲你恭喜时阵啊。煞较早有一个菩萨啊。就是杨静茹伊个父亲啦吼，名叫做杨宪林、杨宪林，即个大德。伊少年的时，伊是龙子啊；中年的时，是一位佛祖啊。吼，龙子甲佛祖名共名呢。少年的时，伊是龙子；中年了是佛祖啊。哎，啊有一天向阳突然间呢来找我啦。家己啊，足重视的，足老实的，家己辨别已经第三期的癌症啊呢。我都为伊开始，我看伊年纪嘛差不多五十来岁而已啦。我讲哎呀，咱人的性命活伫世间长短，这无绝对重要。那卡斯讲呢，三四十岁、五六十岁，那么来往生西方净土，就袂辜负着你呢。枉费在人间一转啦，因往生西方净土，就免生死轮回。听佛讲经说法，念字能开悟正果，成就佛道啊！到时阵咪当道家诸旁来三宝世间度化无量众生啊！伊就频频动头，反倒同我讲：如果你活到八九十岁，活到规世纪的呢，结果命终以后，无法当往生西方净土。来转凡入圣，继续为你的业呢，来投胎转世，三界轮回，六道不息呢。安尼是毋是对来讲真危险、真无公平啊？一动头，意思就是讲，人的性命或者世间长甲短无重要，重要就是讲有往生，往生较重要。无往生呢，活甲规世纪呢，也是人间白行一撮啦。伊来是阁轮回生死落去啊！呼，动头动头呢，然后叫伊一工念佛念较济句，啊，一日回向西方净土。哦，然后甲最后伫因家要往生进前的三分钟哦，然后伊就继续阁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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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作虔诚念阿弥陀佛。伫个客厅呢，行过来，行过去，伫遐困昏了。啊，因太太伫边啊，哭甲不成声，伤心至极啊。
伊反倒等下甲因太太安尼开始咧。伊讲太太啊，唔免烦恼，我往生了后，请如本法师甲我开始呢。那么当时，咱人活伫世间，人人拢总是过客而已啊。哦，那么咱呢？啊，我若往生了，我就进入世界等你来哈，较认真念佛咧呢。哦，伫个沙花遐坐伫啊，不忙不慌啊，不急不躁啊，心呢定啊真有，真定静伫个啦。佮因太太开始啊，然后。嗯，我只要大家助念呢，能持持住在分明正念往生去。要往生之前，佮太太讲甲有讲有笑的哦，佮佮太太安慰哦。等坐伫沙发呢，坐咧来往生去，你看卖啊。所以呢，咱的法一听有落去啊，佛法听有落去呢，一切拢好讲，断疑生死，哦，绝对有你希望伫个啦。所以啊，这里杨宪林技术呢，哦，虽然少年来去，唔过自己呢，哦，听我话听落去啊，正念往生净土，因太太烦恼伤心，哭甲毛毛叫，烦恼怎啊给安慰啊？哦，讲一波东要看伊面都无啊，生真缘投哦，介清秀，一出去爬山呢，所翕落的相片呢，伊就先做呢。有无？我赠送伊四句机吼，和杨宪林大德，这是爬山时所摄影。伫民国79年4月29日，自在来往生的。听好哦，陷害贱人因轰动，无量劫来罪中亡，三界六道往轮回。功成何处见法身？嗯，无唔对啊！所以人即马已经伫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那么我相信要开悟证果、明心见性的，指日可待。那么时间三天，断疑生死，因缘圆满。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。你我大家发用功修行，嘛含这杨宪林菩萨的口吻来讲呢。你我大家西方就世界，相逢再会。